党派出来投手是很糟糕的投手，会投四坏，那我们也没办法。其实我觉得林志坚自己自视为先发投手，可是非常遗憾，这位先发投手已经空服禁药被驱逐出场了。院长再问一下，那这次民进党的对手，你希望是郑宝清还是郑运鹏？我觉得我们桃园市民自己心里面有一把尺，有智慧。这两位朋友，一位是一直袒护抄袭，一位是不畏惧党内的压力，仗义直言，谁比较好？我想我们的桃园乡亲看得非常清楚。院长，那最近的民调就是您一直都维持在平盘的部分，那吴子嘉说这个郑运鹏只要再掉5%他就落选，你怎么看这个东西？我讲过很多次，民调我们当作参考，我们照我们自己的步调一步一步往前走，把基层打好，基层的那个关系打好，请听我们基层乡亲的声音，我们会一步一步走向胜选。